有时候我真觉得灰姑娘比她姐姐更像反派，想赢这一仗有困难要上，没有困难更加要上。又梦回国了啊，对不起。碟子的还有很多品牌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跟温馨都在给刘梦小姐设计鞋子啊？你问这个呢？看来是真的。这两年呢，你妈也算积攒了点人脉，这私房钱虽说不多吧，还是有点。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啊。这事儿不用你帮忙。你这丫头是不是傻呀？这种事情设计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努力啊。所以你这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你一定要跟她争个高下，这样你爸爸才不会小看你的。哎，你大柱，你不要把你的事情跟我的事情混为一谈。你不是怕爸爸看清我，你是怕他看清你。你要的面子我给不了。那我的面子是不是你的面子？你不为我想，你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想想啊？你就心甘情愿的输给他吗？我不甘心，但我知道，就算只凭我的设计，我也能赢了他。有道理啊，你凭自己的设计赢过他，你爸爸更会高看你一眼。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了啊！你在家呢，好好的设计，我回去帮你看看他的设计稿。不是你不相信我的实力吗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，这道理你不懂啊？你给我争气啊！啊！欣欣在忙吗？吃点甜品吧。嗯。来来来，刚炖的燕窝，这女孩子一定要注重保养。还有好多水果，抓紧时间吃了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，你这桌子够乱的，我给你收拾一下吧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自己收拾就行。好。那你自己收拾，燕窝抓紧时间吃啊。设计的鞋子了，是高跟鞋，不用你管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好像是个尖头。都跟你说了不用你管，你别给我添乱了行吗？什么添乱呀，他还没画完呢。画完我告诉你啊，你等我消息啊。妈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不要帮我看温馨的设计稿。我这次的设计稿怎么看怎么不舒服，原来是跟温馨的撞。到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好好的。哎，停车。你好。你好。小人鱼抛弃了鱼尾就不会独立行走了，他又抛弃了歌声就失去了才华。如果他还拥有这两样东西，王子可能就会爱他了。刘梦老师，鞋子我已经拿过来了，你现在试一下吗？我的也拿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试一下吧。
婆。老婆，我看到你刚才把防水袋给温馨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只有这一个防水袋，你给了温馨，那你自己这双鞋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没有十足的把握呢，我是不会乱帮忙的。你看，我这次这个材料用的是防水材质，这个接口处呢，我刚刚已经看过了，只要轻轻擦拭一下，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是一个鞋子设计师，不管是不是我的鞋子，我都会出一本的去安抚他。我这是何德何能能娶到这么一个有才华又低调的人？我又何德何能能嫁给一个默默为我撑伞的男人？每一个成功女性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为她撑伞的男人。老公，给我拿一下。我说呢，你怎么那么好心把防水袋给我？原来是为了凸显自己的鞋防水。幼稚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二位温小姐，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，刘牧老师的拍摄暂时结束了。你们可以先把鞋子给我，等刘牧老师选好了之后，我再通知你们，好吧？嗯。辛苦你了，姐姐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老师，啊，等一下。谢谢。嗯。怎么，又想办法钓我呢？我才不像你呢，那么多套路。那你就是暗箱操作了。我看暗箱操作的人是你吧？不然怎么会这么想？苏子光刚好是这次活动的赞助商。而且他以前就那么帮你，这次想让刘牧穿上你设计的鞋，岂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儿？